这个说唱啊，我比较有研究，我比较喜欢，我个人比较喜欢，因为他那个说唱嘛，就是需要这种嘻哈的风格，对不对？就是这种，这种桀骜不驯呐、啊，这种感觉，哎，可以唱，天不早了，好，您主要听这个，你耽误我的大游艇了、啊，哎，主要听这个 freestyle 啊，就是现场即兴的东西啊，上面有个骆驼，我的 freestyle 告一段落。完了，还有是吧？主要看范儿啊。动物园有个长颈鹿，我的 freestyle 就此打住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再来一个、啊、你大爷很欣赏，我都看傻了、那是、山上有棵树，树叶它很绿，我的 freestyle 就两句。他说什么玩意儿很绿呢？高高山上有两只羊，把这个小店都别死根了就行。下去吧。哎呦我天，我这帮师哥呀、这个